还有吗？不在，来吧，看看巨皮什么，巨皮什么活？巨皮十的头像其实挺犟，这一瞅一看他十头像，挺犟嘴的小子。你说巨皮？不是，这跟头不头像没关系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就一开始看你直播还挺喜欢的，后来就觉得你不太对劲儿。你说说哪儿不对劲儿？怎么回事？就是你不能一棒子都打死。我是觉得，哪我也一是棒东子？北的，一棒子给谁打死了？就是想出国的人，你都一棒子给打死了。那没打死啊？那你走线出国的打了有没有毛病？那有一些其实不是走线出国，但是可能也不是正常途径出国的人，也很多成功的。就像你刚才不是连麦，我一直在嘛，说那个新西兰，那好多那个建筑都是国人造的，也有成功的，也有说能赚到钱。那个造这个房子的工人成功了，对啊，那就是比在国内成功很多呀。也有这个说法。那我反正我依你逻辑问问您，就是在家一个没有呗？那你像这种人，他就很难啊。当然，也不仅限于他是那这这种种人。人很难，这种人就如果说没有出国这概念的话，这种人里面他有一天开茅塞顿开了，他顿悟了一下子，他能不能成功也能啊？不那代表不说他见出得。国了就有机会，在国内一点机会没有啊？不，但是。在国内，我可以这么负责任告诉你，今时今日认为在国内一点机会没有的，出国可以跟他们说100%不可能成功，真的。不是，我不觉得这那你样。举例你吧，不能那你直举接，例吧。是你这不样用的，你觉得你，那你举例出吧，国确实说吧。也是他的一种机会，其中一种机会，对不对？是出国也是他的一种选择吧，咱别说机会了，因为机会这东西是危机与这个机会，它是并存的，这个才叫机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风们现险越在大，对啊，是风浪越大鱼越贵，这道理我懂。关键就是现在来了以后，咱不用掰扯能不能成功，就现实现状来了以后，你根本都找不着活，你怎么成功？那我身边有这种，那你不说一个我是，听听。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那房你出说一个我去，听听，他咋成功的？你别，咱英他雄反不正，问出处，不管咋来的，他现在干啥样的？怎么起的家？他就是要去当那什么卡车司机，然后，一开始我还挺纳闷儿，然后他怎么就突然要去那儿？然后国内也上挺好大学，然后做的挺好的工作，然后就是觉得他也看透了这些，然后做的那个我又律蹭师啥行事业儿的了？工作，妈，觉别得的这偏不平。太谁黑蹭暗，谁然呢？后就是去那儿当蓝领，但是他又没有说特别好的条件能直接去，然后就就旅游落研地骂究了一娘个法嘛，子，研究了一个啊。就旅游落地骂娘嘛，还是什么法子？不是，他是这个还挺特别的，就是，找一个哥们儿是有那边身份的男孩儿，他也是男孩儿，什么玩意儿太黑暗？刚才没听着，擦嘴呢。你说什么玩意儿太黑暗了？不是，我没说黑暗，我说他找了一个法子，就是不太跟这个不太一样，他是找了一男孩儿，他也是男孩儿，然后那，澳大利亚那头你朋友儿，当时跟你说说他那个，因为他那个也得见移民官嘛。他见移民官的时候都干啥了？那没说，那我不知道。他反没正把他，最难，他不是最最最难忙最昂最难熬的告诉你，得当场怼里头。啊？他肯定没告诉你真事儿，你回头问他，你看他跟不跟你翻脸？他跟你翻脸，就说明对了。不，他就是正常，他们那儿合法嘛，然后他们就以这种途径去，然后去那儿，现在又能申请学校，然后但是一开始去是旅游签，但是以这种方式，然后得到合法身份，然后再找工作，然后供他上学，这是，那现在混的而咋且样嘛？很简单，你说嘛？现在就是能开卡车嘛，挣多少钱呢？那具体我也不太了解，但反那正家他里是。头啥样啊？就是直接就飞上枝头成凤凰了呗？家里面一下子大宾利、劳斯莱斯全安排上了。那也没有，那你不能说所有人出国就为了劳斯莱斯、大宾利，那你说对是吧？好到啥程度嘛？咱说至少得好起来吧。他觉得他自由了呀，他觉得他
他赚到钱了呀，他就是想然奔后。的跟那男的在想怼里头，他就想怼里头，他实际上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他自由啥了？他获得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搁国外俩男的能结婚，他获得没啥有，他在国内，他可能做一份正经工作，他可能六七千。我也是东北，他也是东北的嘛。那六七千八块钱，然后但是他在那儿随便做一蓝领工作，就能赚个1万多人民币，2万，对。又合人然民后币，买房，本地分儿必不花。那肯定是要花的呀。但那本地是，但凡要花的话，他怎么攒呢？那不可能一分钱剩不下来呀。那按比例来讲，那剩的也是比在你国内这个强逻多辑就是这，我都说实话，这个逻辑包浆话题很简单，你必须跨越阶层的去挣，跨越阶层的去攒，这一个跨越阶层挣是往上跨，跨越阶层攒是往下跨。就是什么概念？就比如说你在美国当地一个月挣1万块钱，不如的生活，你才能攒下钱，要不你攒那不下。反正，而且他把他妈带去了，然后他是他妈有那儿有一个认识的人，然后他们一堆留学生还不什么东西，然后大家一起租一个 house，然后一人一个屋，又省钱，然后又能挣钱，又有活干。那个岁数大的也有活干，然后年轻的像他这样的就更多，什么干活儿，罢工、立国什么的。你只要想干。多大岁数都能找着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，这个没有特指，说啊，必须澳洲才有活干，活只要你想干，全世界任何地方国家你都能找着，多大岁数都能找着，最次你还能捡易拉罐呢，对而且吧？说很轻松啊，那说那他妈去那儿干活很轻哎松，呀，一天干就啥活我天摁天。个洗碗机，摁个按钮就行，摁个按啊，那钮。个他妈搁那块站着的。就是站水池的旁边，这是洗碗机按钮。洗那碗自己飞过来，那个碗里面还带点那个锅包肉，还有锅包肉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胡萝卜片都香盘子上都拧住了。他妈我一不只知道，手反完正。扒下那个进洗碗机里，他妈一摁洗碗机里面那个连萝卜片能给洗下来。他反正说很轻松的工作呀，他妈就是做这种工作，然后他做那个体力比较大的工作呀。谁能跟你？你比如说，我当而时且，开饭店的时候，我当时开饭店的时候，我妈负责干啥活？我那个饭店里面9000多尺，大概900多平，快1000平的饭店里面，大概有一半的位置全是啥呢？全是那个地毯，那个地毯大概铺了少说得有20年，那个地毯踩的是发黑发亮的色儿。只有在地角线边缘，很少人踩的位置能看出来，它是黄和红相间的这个地毯。我妈干啥？我跟朋友说你妈想干啥呢？我妈搁饭店给我帮着忙，帮着忙，人家累不累？还行，能不能挣着？能不能？我那时候是挣不着，可能有能挣着。你知道我妈干啥吗？我妈锯油瓦锭，拿刷子搁那刷那个地毯，完了厨房的地面油子嘛哈。我开饭店开到后来没有人了。我没有工作人员了，我就我妈，我还有一个厨师，我妈搁那蹲地上拿刷子刷厨房的那个瓷砖那个地面，粘脚，一走嘎吱嘎吱嘎吱粘那脚粘脚，那赚多少钱呀？没赚呢，我没赚，我是没赚，我是特例，我赔了，我给我妈房子都赔进去了，我妈给房子卖了，不是，卖那了你出不来是开当饭老店，板吗？那你是不是家里买吗？这不一打样啊！工我妈那活多说3000块钱。3000块钱，我人妈那民个币体力肯也定不不是敌人人民家币年吧？轻人的，3000块钱，不是，肯定不是人民币吧？人肯定要美金呐，美金呐，啊，对啊。啊，那他们住的话，一个月那花个一。你是在跟我，你是在问我讨论汇率差存不存在吗？存在，当然存在了，1块钱美金，你剩一块都等7块钱人民币，存在。那而且他们现在去那儿，他和他妈去那儿，那好了，那他现们在不讨论，说。直接讨论重点吧，直接讨论重点。现在，假如我妈今时今日才来，我跟我妈一起来的，我俩一起走着来的，我俩命大，我俩都进来了。现在我往这个床铺一躺，15块钱一天床垫子，我妈往旁边这个床垫子15块钱一天一躺，我俩一天30刀，再算上吃喝60块钱每刀一天。完了，我俩出去找不着活，咋办？他们家庭条件还挺不错的，所以这就我当那你时这不也是你想，不是你这不是搁滚刀呢吗？你现在不是我讨论上国外能不能挣着钱的吗？
家庭条件不错，谁他妈走线上美国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，哥们儿？他不是走线，他不是走线，他就是。那你讨论他的意义是啥？他在美国吗？他英哥，我他在不在美国啊？他不是，他不在美国，不说。那你跟我说的意义是啥？意义是现在他们一家人就特别影响我妈。啊，那你让你妈去呗。我不想让我妈去呀、啊！你不想让你妈去，那你就告她呗。本地挣钱本地花，你别看汇成人民币多钱，你上饭店3块钱一瓶可乐，你咋不说呢？说呀！我现在这样已经劝不动我妈了。你劝不动，那你就叫你妈来。那我跟你说有啥用？我跟你说，你说劝不动，完到你说的时候，你看看他家条件还挺好啊，他家还不少挣，那你搁这磨叽啥呢？你在这。那就是因为这事儿，所以我妈就说：“哎，你看人家也挺有钱的，人家去了之后怎么样？”不是，那你这不是纯废话吗，哥们儿？那你现在说，我跟你说了道理了，你又听不懂。完了，我说让你妈来，那你妈也不能来。完了，我说那我怎么劝呢？我啥意思啊？我给你掏个机票，我祝你一帆风顺。不是，我录屏了，我把这个准备给我妈。你录屏了，那你就问你妈很简单道理，搁本地花不花？先说，搁本地花不花钱？感谢甜菜，那甜菜怎么还整成这样？而且我怕被骗，主要是我怕这种没有保障的东西，因为我关注你很久了，没有保障的东西他被骗，然后受到人身伤害，或者是他都不怕，你让他去吧。不知道他都不怕，你让他去，那你让你妈来说了呀，挣钱那么挣钱，你就想一个最简单道理，如果在人家那个社会，你干着这么底层的活，你能活得人五人六的。那人家的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大马路上的流浪汉呢？为什么还会有穷人呢？流浪汉你可以说不是多数，那穷人为什么会是多数呢？对不对？他跟我说那是个例，那就没有认识人什么，他就这么说。哎呦我的妈！他说这帮人，你说这帮那就别犟了，去吧，那就别去了。有不是别犟，你让他去就完了。有朋友这那的，然后有一个他那个同龄的人能跟他，不是也是女人吗？我和我妈还能办那种，你同龄的能干啥？我说啊，他俩在结婚，对，就是全都是这种东西，我很无语。嗯，脸都不要了。那我说白了，活一百年就五六十岁，脸都不要了，搁家饿死你了。搁家我说不好听的，你别说长辈我不尊重，搁家肯定也是。眼高手低，好高骛远，大钱挣不来，小钱不乐意挣，总觉得外汇香。到国外，我首先告诉你几点：一，你这个活给你开多钱，你创造不出来这些价值的话，你说我干活有点慢了或咋地，当场炒掉你时候咋说？你不认识人吗？你认识的人他也只认识这一个人，上一个餐馆来干活的，这一个餐馆人家说你妈干活不行，太慢了，手脚太磨叽，不用。老板没必要啊，老板就算给你降薪水，你说你留着他吧，给降点薪水，降点薪水也不行。如果你要不行的话，你现在等于不认识人了吧？那你咋办？他可能这种可能听不太清楚。他说认识好多，然后有每天都有活儿，就这么多。去吧，那就去吧，那废啥话呀？你要不就换者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都替你妈回答，那说啥呀？你去吧，对吧？我再问问你，你感受到啥黑暗了？对呀，人家说的。你感受到啥黑暗了？还是感受到什么玩意儿失去自由了？人那地方怎么自由的？就拥护让你，就拥护让你妈可以跟你朋友他妈他俩结婚。